黄明太阳能集团全新推出的东冠热水中心，不仅以傻瓜型的控制完全实现电热水器的智能化优点，而且凭借超大热水量、全太阳能的非凡品质，打造出中国首个家庭热水中心，让国人对热水的向往真正变成了现实，步入一个舒适健康的热水文明时代。热水中心管路进行自动循环设计，热水一开就有，克服普通热水器先要排空冷水的弊端，即开即用，无需等待。黄明东冠热水中心独有增压循环系统，出水同时管路自动增压，彻底告别细水长流的尴尬。喷涌的热水不仅能有效缓解疲劳，洗浴也更加畅快。东冠热水中心配备智能恒温系统，根据设定温度自动调节冷热水出水比例，水温恒定不变，洗浴更舒适。出水同时自动上水，避免人工操作的麻烦，特有双保险保护，采用工程设计理念，省心又安心。系统自动感知管路水温，自动进行热循环，避免寒冬时管路冻结堵塞，想用热水却用不成的尴尬。黄明东冠热水中心核心部件选用三高管之高温特效管，专利干涉镀膜技术精工打造，得热量提高12%，彻底摆脱普通热水器热力不强、热水不过用的束缚。足量热水不仅实现多途供水，洗碗、洗菜、洗衣、洗车，样样都能用上热水，让亲人的家务不再忍受刺骨的伤痛，而且时刻都能享受到时尚健康的盆浴、木桶浴，在家就能体验冲浪的舒适感觉。以冬季好用为基准，高温管配以高压整体发泡保温层，实现热水滚动使用，摆脱普通太阳能靠天吃饭的束缚，全天候呵护亲人健康。全太阳能热水，无电燃气热水器使用费用上的担忧，谱写绿色热水文明新篇章。告别1:9冷水时代，黄明东冠热水中心。